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吃的黑胡椒混合调料，量很大，比普通的这种要多很多，可以用它煎鸡排、煎牛排做土豆泥沙拉，吃什么的时候都可以加一点，不用再去想怎么调料了。它里面混合了海盐、黑胡椒、大蒜粒等等，我都快用完了，你们可一定要试试哦。